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《重生八零媳妇儿有点辣》，作者宝庄城，主要播音素素清扬君言讲故事，由因君耳语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。第1941集。这个理由只有一半是说得通，季江源知道蒂娜这段时间受了刺激，想要做出点改变很正常，不正常的是指定了要到哈罗德身边工作。你该不会是为了威尔逊夫妇吧？蒂娜，威尔逊夫妇和哈罗德之间的纷争是他们的家事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认为你不适合掺和其中。蒂娜着急。好吧，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是你不觉得哈罗德太过分了吗？西西亚阿姨和伊万叔叔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们失去了上东区的住宅，失去了名下的其他产业，只有百老汇的剧院是西西亚阿姨结婚前的产业才得以幸免。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，我只是想更了解哈罗德，我想找个机会劝他。为什么他不能掺和威尔逊家的事儿？蒂娜觉得不公平，夏小兰照样插手了徐家事儿，就算徐家的事儿不是因为争家产，夏小兰还插手了港岛杜家的事儿呢，这又算什么？季江源，你帮帮我吧，欣欣阿姨他们对我太好了，我只是想要在能力范围内报答他们，你帮我，我也帮夏小兰，我不仅自己同意去作证，我还会劝欣欣阿姨放下成见去为夏小兰作证。欣欣阿姨可是剧院翻新方案的委托人，她的话法庭总要采信吧。那倒是真的，等到开庭的时候，威尔逊夫人的说法很重要。夏小兰连想都没想过找威尔逊夫人，是因为两人已经彼此厌恶，夏小兰自然不会去求他。季江源看着蒂娜，他之前还觉得自己很了解蒂娜，现在又不太确定了，这是威尔逊夫妇的主意还是蒂娜自己想的？我对你的提议很动心，但是抱歉，你错误地高估了我在哈罗德先生面前的重要性了。在你的资历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下，就算我想帮忙，也不能送你去当他的助理。如果你坚持想获得一份实习的机会来证明自己，你可以替我分担工作，薪水不是特别多，但你表现得好，我的同事比尔能给你想要的。比尔的权限比季江源高，这才是哈罗德非常信任的人。比尔留在华国就是负责监督高尔夫球场项目，也是制衡乔治。如今连乔治都被撸掉了职务，在华国比尔算是哈罗德以下职位最高的负责人，直接对哈罗德汇报工作。蒂娜咬嘴巴，资历不符合要求，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个原因被拒绝。说真的，学历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都很重要，是他们的敲门砖，在没有展现出过人本领前，有学历总比没学历强。靠着这块敲门砖，他们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份满足温饱的工作，但对世上少部分来说，学历完全是锦上添花。如果蒂娜还是洛杉矶市议员的女儿，他想要获得一份实习工作，根本不需要看学历呀。毕没毕业有关系吗？他能到哥大念书，就是说得过去的履历了。何况，夏小兰做那么多事，在 GMP 实习，接受威尔逊夫人的委托，可从来没有人提过夏小兰还未大学毕业呀。蒂娜懊恼得很。季江源看他表情，又多加了两句嘱咐。幸好你是先对我说了这个想法，而不是直接去找哈罗德，他在这种事情上要求很高的。这是给蒂娜的提醒，希望蒂娜能清醒一点，没有在他这里达到目的，不会直接跑到哈罗德面前去。蒂娜和威尔逊夫妇走得近，就凭这一点，他个人再优秀，哈罗德都不会让他去自己身边当助理。何况蒂娜在哥大连二年级都没念完，如今正处在休学中，过往也没表现出什么与众不同的天赋，哈罗德同意的可能性为零。
季江源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哈罗德已经于四天前抵华，眼下彭城仍然只有南海酒店这一家五星级酒店，哈罗德肯定也选择南海酒店。南海酒店住着威尔逊夫妇，有什么关系？哈罗德包下了南海酒店顶层，私密又清静，入口都有保镖24小时轮值，提供客房打扫服务都要在保镖的眼皮下进行。季江源不希望蒂娜冒失冲向顶楼，然后被保镖丢下来。没办法，听比尔说，去年哈罗德在纽约威尔逊酒店遭遇枪击事件后，哈罗德本人的安保标准提高了好几倍，本来是挺随意的一个富豪，现在可不好接近。蒂娜也在衡量得失，和季江源一起工作和与哈罗德一起工作根本是两回事儿啊。你让我再考虑一下。蒂娜关上房门前又伸回脖子。喂，能不能给哈罗德当助理和我愿意上法庭作证是两回事儿，你不要误会啊。他不是在拿作证的事在威胁季江源帮忙好吗？远离了从前生活的环境，通讯又不方便，蒂娜最近和朋友们都断了联系。季江源可是他在华国唯一的朋友了，这个朋友能理解他，为人也非常棒。蒂娜不希望自己被季江源误会。季江源笑起来，冲他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蒂娜离开季江源房间，跑去找威尔逊夫妇。我只能和季江源一起工作，可以吗？威尔逊夫人与丈夫对视一眼，老伊万安慰蒂娜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工作就是这样，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都是从底层做起。亲爱的，你是因为我们才会受委屈。伊万叔叔，我不委屈，能和朋友一起工作我很愿意，但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接触海洛的，我真的能帮上你们吗？威尔逊夫人抱住他。孩子，你已经做得非常棒了，慢慢来吧，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多可以失去的，你只要有机会接近他就可以。蒂娜心中一松，那样就最好了，不过还有一件事。谢谢阿姨，您知道吗？ GMP 事务所有个叫 Lisa 的女人，他说您在百老汇剧院的重装方案是他设计的，怎么有这样可恶的人？他是在抢别人的劳动成果啊。蒂娜愤愤不平，威尔逊夫人倒是很淡定。哦，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我最近没太关注美国的事儿。如果你说 GMP 事务所的建筑师 Lisa， 我的确对她有深刻印象。剧院翻新期间 Lisa 一直和我保持沟通，